欢迎来到由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年轻就要醒着拼的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人生不怕失败，跌倒就要站起来的更上一层楼，欢迎大家。好，话不多说，赶紧有请出我们第一组的挑战者。是个电动的吗？这个天哪，你这太酷了，我觉得他这个玩起来感觉很简单的样子。浩飞的打脸时刻。浩飞你颠大勺呢。这个的名字是彩虹圈。彩虹圈，好，我记得了。那你彩虹圈这么厉害，你在赛道上呢有什么策略吗？干就完了。干就完了，来吧四位，请上赛道。打阵 go。 好嘞，我们四位队员挑战者已经出发，会撞开哪扇大门呢？爱情大门。其实玩这个彩虹圈啊，他已经玩了7年了，我觉得他对一个事情还是挺执着，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坚持达阵成功啊。看来这个球对于我们这一组的选手来说，这个威力有点大呀，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个战术战略呈现出来？嘿，鲤鱼跃龙门。我觉得四个人一般持有观望态度啊，在看看这个往哪里落。好，要加油往上冲了。是的，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往上爬。他们一直都还没有到半山腰呢，加油好不好？我们这组有3个男生，给点力呀、啊！我们3个男生感觉就是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啊！我第一次看一组选手一直在出发的地区徘徊，在出发的地区一直摔。加油，小粉！小粉，小粉要学会躲。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小粉，哎，非常轻松的躲过去了。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小粉加油！四，好，三，时间不多喽。哎呀，非常遗憾，非常遗憾。我们来看赛后采访是怎么样的，感觉怎么样？来之前是非常有信心上去的，没想到还没出门就摔一跤。对对对，我有注意到。啦啦啦啦啦啦。大家好，我叫李松，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家亲爱的那位，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我美丽的小姨子，坐在我左手边左手边是我小姨子的闺蜜。我老婆非常能干，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完美够。好做作呀。然后在你心目中你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刚刚说要我好好说，我有点慌。你对你老公有信心吗？非常有信心，我觉得他肯定能登顶，加油。今天带着老婆来我们更上一层楼，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更上一层楼嘛，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四个能够一起达阵，就为我们今年的事业也好，生活也好，爱情也好，开个好头。来吧四位，请上赛道。达阵 Go。好，我们的挑战者已经出发了，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可以撞开爱情的大门吗？哎，撞开了。好，这个时候是我们的女生跑在前面，回头看看后面的队友有没有跟上呢，非常团结一致的一组队伍啊。但是最前面也就是面临着最大的炮火。好，加油。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要四散开来。嗯，爬的还是蛮稳的。对，好，先下去洗澡了。棒，金箍棒滚下来的速度真的还蛮快的，你要加油了。男生还是挺好的啊，躲过了各种各样的障碍物。哎，比较机灵的把身子一矮，从上面飞出去了。好，好，小绿已经在这个地方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了，你要加油了。我们来看看，哎，卡住了。对，它真的很灵活，而且它的重心非常的稳。有好多个那个障碍物打在他的身上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妻子貌似落在了后面，而且一直在犹豫不敢上去。我们来看看，哎，好，小绿已经在这个地方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了，你要加油了。这个时候你要加油，对，你必须吸引下一个。的火箭的人体保龄球摔得有点重。你是不是应该走左边的这个斜坡往上走呢？黄色衣服的小妹妹很厉害啊，左边一闪，右边一躲。机会来了，小黄加油加油加油，五四三二一。可惜这个时间不够了，非常可惜。两位在一起多久了？相识还差43天，整整四年。相识四年了，为什么两个人的情感的这个保鲜度这么高？我觉得应该是我老公特别宠我。他是怎么宠你的？不管我提什么要求，他都会照着我的做。OK，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你的爱人讲？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刚刚毕业，时间不是很久，我一个月工资都只有1500块钱。他也知道这个真实的情况，还是毅然决然地跟我在一起，
那时候可能出去约会的时候，我们连下馆子都不敢下。每次都是我说我们去饭店吃个饭吧，他说不，我们还是就去吃个干马饭就可以了。通过他平常这种生活点点滴滴，就让我特别感动。这些就让我在心里深深地下了个决定，这个女孩子我一定要娶她，并且这一辈子我都要呵护她保护她。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火星男，你愿不愿意一辈子做我的朱小锦？我愿意。的挑战者哥哥，我听说你是想减肥是不是？你看我这个身材当然是想减肥了。我被怼了竟然。选一个门吧，爱情好运还是事业？那我选爱情吧。为什么选爱情呢？未曾拥有过啊。未曾拥有过。上面三位猪猪小姐姐笑得好开心啊。来吧，那你跟他们说句话吧。等一下，别让我压到你们了！别让我压到你们了！小心点，加油，好吗？好的，来吧，四位，请上赛道。答阵 ，Go！ 好，我们的挑战者已经出发了，我们紫色衣服的小胖胖。撞开了好运的门，哎，其实他还挺灵活的，比我想象中灵活很多。快点，这一组的炮火全部都靠你来挡了。哎，小胖果然这个球砸到他身上没有反应啊，没有反应。其实我感觉我们楼上的猪猪女孩有点慌。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一组实力很强？哎，我觉得下台阶的时候，这个肉肉抖动的这个频率非常可爱啊！小粉和小绿正在往上冲刺。哎呀！加油，快点！哎，小心，小心！砸到了小紫的身上，会不会我们的其他的队员可以把火力吸引住，让我们的小紫往上爬呢？爬？你们能不能给我躲开，让我上去，让小紫也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赛道好不好？每次小紫都被队友给砸下来。哎，自己啊，马失前蹄，没有抓稳，可能是太想要达阵成功了。好嘞，再一次向上发起冲击。哎，我们的小粉好厉害哦，直接跨过去。小心小心，撑住啊！这个时候不得不上人肉保龄球了。啊！哎呀！哎呀，小紫啊，又未能幸免于一难啊！小紫要加油啊！我们另外两位男生正在迅速的向上，
众鸟其实有点慌乱，因为大家都是轮番进攻啊，他们有一点，哎，哇哦！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加油，还有时间，赶紧冲。哇，就在我们说话间，小绿已经达阵成功了，恭喜小绿小粉达阵成功，在达阵台大声地喊出你的新年愿望。2019年的心愿是拿到一个驾照，这个指日可待。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后采区的情况。我要先问问赛航，你怎么这头阵打到后头去了？我这个也太难了吧！我根本就不可能上得去，我这个体型。这谁设计的呀？反正我成功了呀。我们腰间盘队可不是吃干饭的。你们是叫腰间盘队？对啊，因为我们突出啊。你不是腰突出，你是腹部突出啊！今天我们挑战成功了，我们在这儿要送出的是东鹏特饮达阵大礼包，要恭贺几位我们的非常优秀的队员，好不好？好，谢谢。啦啦啦啦啦啦问一下，为什么来到我们更上一层楼？我是听我朋友说，这个是一个体育竞技跟相亲的节目。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不是体育竞技？是，他们是希望我来相亲，就是希望对过的小哥带走一个，但是我是想来竞技。你想来竞技，竞技加相亲。我听了你一个传说啊。就据说你参加过大大小小各个国家各个省份各个区的相亲，但都没有成功。没有那么夸张了，只是山东省内的，然后就所有相亲节目，然后因为跟我名字有关系吧，我叫赵丹，所以就一直都没有成功。他们说我把名字改成赵双双、赵一对，可能就容易成功了。赵一对可还行？赵一对，你赵王炸了还赵一对？三个门你选一个门。我觉得好运吧。我以为你会选爱情。爱情。好了，希望你今天在更上一层楼能收获你2019年的第一份爱情，好不好？谢谢。来吧，四位，请上赛道。达阵 ，Go。好，挑战者已经出发了。我来看看两男两女的搭配会不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呢？但是我们上面准备的是三个非常勇猛厉害的小哥哥。吸引火力的看出来了啊，是边路进攻的我们的小绿。吸引火力的是小绿。能力不是很好哦。哎，果然他们说的策略就是这样，他们就是按照这个策略来的啊。我刚刚还以为他们是烟雾弹。哇，这个火力好猛啊。哇，小心小心。哎呀，当头一棒啊。我们紫色衣服的小姐姐走的是左侧进攻路线。
时间可以再次发起进攻。还有50秒，还有时间。好，我觉得两位男生可以开始发力了，开始往上冲了，加油！人体保龄球。好，只剩两个鲨鱼队的小哥哥了。一个带下去了，加油，赶紧往上冲啊。哇，带下来两个。哎，加到时间了，我们的小组赶紧往上爬，往上冲，加油。对，还有希望哦，他的腿比较长。子，加油。好，七六五四三二一，哎，非常可惜，失败了。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内心最觉得惋惜的是，人体保龄球他一个都没捞着，啊，节目组特地给他选了长得特别帅的。我们先来问问我们的这个赵丹、赵双双、赵一对儿，赵一对儿，赵一对儿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哈。OK 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未来的另一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就是成熟稳重一点的，就是我喜欢找一个有趣的灵魂。哎，说到有趣的灵魂，你好朋友，我个人觉得他就是个有趣的灵魂。你有趣吗？你看他多有趣。你现在谈恋爱了吗？没有。你看正好嘛，是吧？挑战者，你们四位为什么来参加更上一层楼啊？因为我从小就比较怕水，所以我今天就是来挑战一下自己，我的目标就是来落水的。虽然我是这样一个目标，但是我今天带了几十个亲友团来了。哇哦！所以待会儿鲨鱼小哥哥如果要伤害你们的话怎么办？求求你们手下留情啊。他们应该也不敢太猛的砸你们，因为你的亲友团在旁边，对不对？对，我们人多。来吧，四位，请上赛道。答阵 ，Go。好，我们的挑战者已经出发了，会选择哪一扇大门呢？好运的大门。事业大门打开了。事业打开了，我们这位绿色的姐姐啊，非常的害怕水。哎哎，她在举双手投降，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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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我！不要砸我！一个落水了，感受一下水的感觉，有没有懵呢？加油，加油！非常勇敢的爬起来，又在往上。我觉得他的手可以支撑一下呀。小绿现在要爬到中间段了。是的，是的，哎，还挺灵活的。我们来看看斜坡对于他来说有点难。好。
一跃而上。好，下面是我们三只非常凶狠的鲨鱼。哇，失手了，失手了。好，有机会了，此时此刻上面只有两只大鲨鱼了。鲨鱼失手了，好，我们小紫可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了。机会来了，加油，还有30秒。小粉，小粉加油，小粉加油，小绿在上面的是我们的两位女生，她们能不能打起来？啊，小绿非常可惜，脚下一滑落了回去。你的愿望是什么呢？我希望带着我的公公婆婆他们到北京去。两位是姐妹吗？对，亲姐妹。确实是亲生的。OK， 我猜一下谁是？你是姐姐？不对。啊，你是妹妹。你看呢？你是妈妈。所以你是姐姐。不对。好的，我们不纠缠这件事情了，反正都是亲戚。我叫唐巧玲，来自重庆。听说你带了一个朋友过来，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他呗。哦，真的啊，对，这是我的狗狗，然后现在1岁了，我养它10个月。你家狗狗有些什么才艺啊？展示一下。督导坐下，坐下啊，来。吃狗肉。这几个动作。我刚刚看前采区，姐姐你带了一只狗狗来是不是？对，对。你没有做好什么计划吗？待会儿由我们的这一位来讲他的计划。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真棒，就喜欢这样没有计划的选手，因为你的计划在赛道上也会被打乱。来吧，四位请上赛道。达阵 ，Go！ 好，挑战者出发了。首先来看他们撞开哪一扇大门。爱情的大门打开了。好，不着急，不着急。哎，这位男生好淡定啊！你看，对，慢慢的往上走，我们只有120秒的时间，加油！快一点啦！上面，上面，我觉得四位要分散开。他们嘴巴里说没有战术，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战术战略。逛街的，大家都不紧不慢的往上爬啊。后面那个女。后面那个女生呢、啊、女生千万不要尾随男生，有可能摔下去的就是你。男生往前冲啊，小心小心。哎，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小小绿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啊。好嘞，
一个男生被我们的金箍棒带下去了。好嘞，又一个下来了。哎呀，我们这个金箍棒的节奏都起不来呀，你们这个进攻的速度有点慢。可惜，哎呀，可惜可惜。时间只剩下50几秒了，赶紧的，我这一队感觉在逛岳麓山，逛逛看看吃吃走走停停。哎，小心啊，小心小心小心啊，小心小心。好，我们的女生可以散开散开往两边走。哎，哎，带下去两个。好，现在反而是我们的紫色衣服的女生是最快的，躲开，可以，非常好，这波操作还不错，加油加油。我已经不要求他们取胜了。嘿，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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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杂技动作非常的漂亮啊。时间所剩无几了，他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今天那个距离成功好像还有点点差距，是什么原因？总结一下。还是有点遗憾的，不过人生总有遗憾才精彩。我叫不紧张，不是，我叫王世文，兴趣爱好我好像什么都爱好。目前最爱好的、最爱好的是躲着他。战略就是我喊加油，他们冲。对，真好，加油加油。可以吗？我觉得他这样子我都没气爬了。来吧，有没有什么计划？有计划。首先我们的队名是随便队，我们是随随便便拿第一。然后有美女打头阵，你是野兽。还有高颜值的吸引上面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我们就最后面猛的一下冲上去。这个战略不错，希望你能实现你的心愿，好吗？好的，谢谢。来吧，请上赛道。答阵 Go。 好，挑战者已经出发了，他们在出发台发出了非常厉害的出发宣言，撞开了视野的门。是的。哎，感觉是不错哦，小黄还挺轻盈的。啊，小黄先上去吸引火力了。小绿工队员失手了吗？居然都没有砸到。小黄落水了，小绿当头一击也已经落了下来。加油，还有时间。好，这个时候小紫要爬到中间了。是的。被吓带下来，感觉我们这个金箍棒的威力真的很大呀。好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小绿和小黄要发力了，走边路，然后我们的女生走中间呀。
好，只剩下两个人体保龄球了，加油啊，要注意时间，要往上冲啊，只要保证有一个人可以冲上去你就赢了。我们怎么可以四个人都卡在第二台阶呢？现在是四对二的局面，加油。好嘞，小黄吸引住一个人体保龄球，果然稳住稳住稳住，好，这种小弱的小粉都要稳住稳住稳住，小绿加油加油，好，恭喜我们的小绿拿证成功，小绿来说出自己2019年的心愿。我2019年的心愿就是带我爸爸妈妈出国旅行两次，在长沙安家。耶、yeah, ，非常孝顺的一个男孩子哦。我们先问问世文兄，世文兄，这个今天是自己来的吗？和我的团队还有我的家人。我看到刚刚小朋友一直在旁边一直在喊，那是谁？那是我的宝贝女儿。旁边的是您太太，对，是的，看得出来两人发型都一样的哈。你觉得爸爸表现好不好？好。你觉得爸爸厉害不厉害？厉害，爸爸我爱你。真可爱。两分钟之内，你觉得你多少秒能打针成功？10秒。可以，就喜欢这样的挑战者。放一句狠话对那个金箍棒吧。金箍棒朝我来，金箍棒朝我来。放心，你不用说，金箍棒也会朝你来。来吧，四位，请上赛道。打针 ，Go。好，我们来看看他们四位的表现，先会穿越过哪一扇门呢？打开好运大门，我们的小树苗哥哥第二个过门，看上去像实力不足啊，我看他的大腿还是比较粗壮的啊。哇，这个火力好猛啊。其实鲨鱼特工队他们无所谓，我觉得他们无所谓障碍物，自己本身就非常的厉害。哎，漂亮！哎，我们这个女生啊，紫色衣服的女生是炮灰。好，我们来看看小黄，哎，不着急哈，哎，他使用了我们之前那个男生介绍的那个方法。哎，哎呀，当头一棒啊！金箍棒朝我来！哇，小心小心！小绿把小粉带下去了。哎，来，跟我来。
在我们的所有的障碍物都已使用完毕。哦，鲨鱼特工队。都被带上保温保温球已经下来，还有40秒的时间，冲啊！加油！加油！加油！哎，这个时候我们小黄自己马失前蹄了哈。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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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内心非常镇定，他能不能达阵成功呢？慢慢来，慢慢来。这个时候小绿要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刚差一点，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哎，感觉我们现在的两位四位都不是很淡定啊。小黄能不能达阵成功呢？小黄加油！加油！小黄是全队的希望啊，全村的希望。稳住。不要着急，稳住！哇哦！恭喜我们这一组达阵成功！好，小粉也随后而来，大声喊出你的新年愿望！我能够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完成好我自己的学业。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恭喜到我们的团队可以获得到玫瑰诗蜜先锋电暖片送出的达阵大礼包，再一次恭喜两位喽。挑战中这四位哥哥都是 breaking 老师是不是？啊，对，我是的。挑了几年？我跳了10年了。10年，跳一段给我们看看吧，好吗？可以啊。来吧，四位。来吧，四位，请上赛道。达阵 ，Go！ 好，四位挑战者出发，四个男生，而且都是跳舞的，比较有基本功哈。对。来看看，在这个我们的非常滑的滑梯上，能不能稳住自己的下盘？稳住下盘，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好嘞，这个球下来的有点早。完全没有对他们引起任何的杀伤力。好，第一个金箍棒。哎，一个金箍棒带下来3个人。好，现在重新出发。我觉得他们最需要注意做到的是，一定要有战术战略，而且要内心要稳住。我觉得他们这组是非常有希望达阵成功的。哎，
小紫右脚一抬，小绿下来了。好，两个金箍棒一起下来。到了缓冲区，重新开始往上爬。小黄加油，小黄加油，小黄好。哎，两个人都带下来了，剩下了我们的小紫和小绿。加油加油，还有谁？要冲啊冲啊，加油啊。对，其实现在是以四敌一的一个状态啊，只剩下20秒了，可不可以获得胜利呢？我觉得他们现在需要的是速度。机会来了，冲啊，五个人加油。东鹏特饮，更上一层楼，待会儿见。东鹏特饮，更上一层楼，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更上一层楼》，年轻就要醒着拼，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机会来了，小花，五个人加油！十秒钟的时间，能不能达阵成功呢？恭喜我们的小绿和小紫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高台达阵成功。说出你2019年的愿望。2019，我希望我的朋友，还有我自己的工作都一切顺利。东鹏特饮，更上一层楼，待会儿见。东鹏特饮，更上一层楼，现在继续。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今天东鹏特饮更上一层楼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今年取暖用先锋，全屋热透分分钟。感谢取暖专家先锋电暖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天然好吸收护肤领导品牌玫瑰私密提供的奖品赞助。人生不怕失败，跌倒就要站起来，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我们下一期的更上一层楼再见喽，拜拜。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提醒您下期看点。四位实力强劲的挑战者已经出发了，撞门的时候会不会碰到头呢？我觉得那个球打在他们的身上，小 case。一个带俩，你看。小姐姐舍己为人了。果然不出所料，越往上越滑呀，越要注意。哇，厉害了！真的厉害！哇，非常完美的姿势落入水中。滑石落水啊！拍拍手，为梦想加油，更上一层楼。